嗨，大家小孩子，今天开箱分享的单品是这个 Human Made 的2021年秋冬发售的这个小小的这个便包，斜肩的小包包。OK， 那这个包包的部分，它有发三个颜色，一个是军绿色，那军绿色是配鸭子的，好，然后再来深蓝色，深蓝色是配这个很可爱的英国斗牛犬的，真的很 Q， 也最近的。这个英国斗牛犬，它这个服饰类单品都卖超好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经典的爱心，那这只是用蓝色爱心配白色的这个帆布包哦。好，然后再来我用这个白色这个来带细节跟大家做分享。它纽扣对，那它这个开关固定的部分啊，是用纽扣设计压扣。好，那其中一边是彩色有印刷的这个版本啊，另外一边就是纯银色的。OK， 然后再来的部分，它这个内部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内部就是简单的单带的设计，好，看一下简单单带设计。好，然后它背带长度，我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就我身高是177公分哈。那大概就到我的这个腰间的部分。那这个包包的设计，它就是像以前都会用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调节环在这里，但有时候其实我自己背一背，调节环都会卡到不舒服。那它现在把这个调节这个背带尺寸的部分，它设计在这个包包身上哦，它用打结的方式哦，你用打结方式去调节它的这个长度。你想要这么长，那你就这边把它收好，好，把这个结收好，收在这里，那就可以有这个效果。好，好，大致上是这样。那可能会担心说，像我一开始会担心说，就是这个袋子啊收的不好看啊，或者什么长长的在外面。那其实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它收在里面哈，那就解决掉这个美观的问题，就一样都是很 OK 的。好 ，sorry。大致上是这样子啊，那一样，这部影片就，差不多就拍到这边。那如果对商品有需求或其他疑问，都欢迎再来讯联系，拜拜。